可以，都算，还可以，都算。大批韩粉聚集在622主舞台前，齐声高喊挺韩。不止如此，舞台边架好韩国瑜看板，许多韩粉抢拍照，但却有一个阿伯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。只要支持韩国瑜，大家都可以在这边抢头香。抢头香来自台北高龄七十几岁的陈贝贝，穿国旗衣，戴国旗帽，最前放两袋家当。他说要睡在622台中造势会场，就是为了明天能在好位置看清楚韩市长。韩国瑜，当选。好，现在晚上天已经黑了，不过呢，这个台中的国瑜夜市是越夜越热闹，可以看到人潮都纷纷涌进来，每一个摊商呢都是大排长龙。国瑜夜市被韩粉挤得水泄不通，业者提前一天来摆摊，摊位前都大排长龙，甚至看不见队伍尾端。前一天准备两只来，可能等一下可能就没了。每一架摊人就排队，开始在烤肉的人就排队。猪肉大火快炒，香气四溢，民众被肉香吸引。老板娘从摆摊到现在，双手没停过，虽然累，但荷包赚满满，脸上还是藏不住的笑容。吃完烤肉，接着来解腻一下。好，除了烤的热的呢，像是这么热天气啊，这种芒果冰啊，更是不可少。这种冷的地方呢，同样也是排队的国瑜夜市大热门。黄澄澄的冰沙倒入杯中，最后再加上一匙果肉，芒果冰沙完成。民众人手一杯透心凉，摊贩为了622韩国瑜造势大会都磨刀霍霍来抢市，甚至为了抢得先机提前一天来卡位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